吴大哥。哎，哎，青豹他刚走，走了半个钟头了，他去受训，惠德跟梅中送他去火车站去了。几点钟的火车？3:40。还有10分钟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哎，哎，你现在去赶不上了，以后随时都可以看他嘛。哎，十几年都等，现在反而等不了。来不及了。请你快一点，越快越好。到了那儿写信来，下个礼拜我们来看你。伯母，你们回去吧，梅中再见。请你快一点。再见，我会跟伯母来看你的。哦，你到底写信来啊？我快来看你的。青豹，青豹，青豹。